第37题，鲁夫觉得新购买的草鞋有种刺鼻的味道，经过乔巴检验后发现这双草鞋上残留了漂白用的二氧化硫。请问二氧化硫在漂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？这个是老师上课交代请同学特别记住的事情，因为一般的漂白剂是当作氧化剂之用，是让东西氧化而达到漂白的效果，但是用来漂白金针菇、漂白竹筷子的二氧化硫却是当还原剂，所以这是老师要你背过的，二氧化硫是当还原剂。因此第37题问，请问二氧化硫在漂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？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A 还原剂。